还上一节实践课，一会儿我约了一个漂亮又可爱的小姐姐，教大家好男人如何第一次同女孩子见面。啊，进。我很丑吗？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能不能严肃点？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。我怎么很丑吗？没有人说你丑。没有人能根据一个女孩的样貌来决定她的价值，你不丑是我丑。那我走。能不能再商量一下？我觉得我长得还不错。你他妈是不是耍我？那我走。不要。我虽然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我很幽默，我会讲笑话。我还没有讲。那我走。我很丑吗？你。不丑。那我走。我很丑吗？你丑。那我走。我已经很卑微了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